完了还先生是明朝世宗嘉靖十四年出世，本名完宏，李坤仪。早年和孔先生将一生命运算定，然后拄到昏国禅师为伊开始明自我立自学，就将别号学海改为了凡。了凡先生尽其一生实践改革积善之法，成为世人行善修德改造命运的杰出典范。了凡四训是完了凡先生为教育子孙后代所写的四篇家训，文理通顺，开人心目。清末民初，印光大师极力提倡，因为流传真快，成为后人积善累德改造命运的经典。净空早年受教朱敬州老人，获印证为印祖，毕生奉行亲修礼乐，是为解救今世众生劫难之不离法门。又为佛门信戒行，正立佛境界之大根大本也。宛如我当轮强面子，谢净空2001年6月20日。进来啊，卡西尔啊，阿爹阿娘，小弟考无调啊，正饭无调，无也好饭嘞。天书啊，勇气无条也是平常的代志，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练啊。够较认真呢，明日再去考嘛。怪我运道无好啊！我想讲，伊是一个好考官，哪会知影拄着一款糊涂人做考官？天书，哼！进去。天书。天叔，天叔啊，哎，免来个安尼个阿爹讲话啦。来，袂当家己反省，颠倒万天有人，这哪算是人才啊？天书这个囡仔有一寡不良的习气，虽然也唔是讲什么歹子弟，唔过总不论阿兄这样的老实忠厚，平常时啊唔知影通修得少好，连考试无条这点啊挫折都未当忍耐，那定定呢要安怎当忠贞呢？哇，无残垣处体通留予因。只有将家己一生立命救护的体会写出来，立传予后世子孙啊。所谓修心在，见己心者，
心有所愤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心在正其心。听先生讲，你的学业真有进步，也毋过，自从你那爹过身了后，厝内的日子是愈来愈歹过。你也是该去学医啦，学医会当饲家，会当救人，医术那高超，还阁会当造福乡里。这是你阿爹在世之前的愿望，啊！素君子汤，中和义，参说茯苓。甘草碧，益以下庭明六君，气痰补气养虚逆。你明仔载还阁上山，也毋较早睏呢。抄完这段，我就来睏。我答应人三年后要害主呢。在那年，我十五岁，是拄到孔先生。看你的相貌，应该是仕途中人，每年就会使进学啊。为什么还要读书啊？世间所有的代志，拢是有定数的。一个人的好福前程，拢是注好好的。投身仕途是你命中注定，你袂使不低不差吧？敢问老先生贵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免客气啊，我姓孔，我是云南人。自细汉得到风急神速的军团，会使推算天地万物，也佮有人生的运数。看起来，这本为宋朝孝康者所传来的风急经世书，照讲应该传予你啊。既然是安尼，就加留伊大几工啊，好好甲款待。
有闲请伊去一下看，看伊算了是不是有准。公爷啊，我一直考拢考袂了，得要五十岁啊，到即摆还阁无囝，我想要请老先生哦，甲我算看卖，看这世人敢有出头的日子。既然是读书人，请下一字。这是一个棋子，棋分两种，棋下有招者是围棋之棋，棋下有目者是象棋之棋。先生所写乃是象棋之棋。这讲什么分别？围棋落子为空是愈行愈多，象棋食子拼杀是愈行愈少。老先生世家都哪象棋嘞？心头啊，还佫兴旺之气，后来就愈来愈歹了。由此看起来，先生家中的人丁并无兴旺啊。请问，阮家的香火敢要传得落去啊？请佫写一字。起诉讲究一个诚意，老夫直言相告，请莫见怪。先生，做你讲无要紧。厝内一字母字，母字甲拆开看，是一字玉字，加一字字字，欲做天人是为代，所以一代无人到此止，到你这代就无传落去了。都有得罪，得罪。先告，先告。恭喜，恭喜。后来，孔先生为我起诉，伊算我。第二年管考同生，就第十四名，副考第七十一名，体学考是第九名。伊真是会当将每一摆名次拢算啊遮尔啊准心。阿娘，我考掉啊！好，好。这次考到第几名啊？个人叫孔老先生算到啊，这次体学考试就第九名。孔先生算了真准，孔先生真正有神通。阮母阿囝有意思相求，唔知影孔先生是不是会当答应？老夫甲玲珑是望年之交，缘分非浅，你免客气。来，紧甲孔先生说多谢。夫人，敢是想要算看伊一世人的运道？无错，老夫将命。孔先生又为我起诉了，伊算我某年应该考第几名，某年当宝林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运，上任三年半就应该过诺。唉，佮算我五十三岁，八月十四日丑时当寿将正寝。也佮讲，只可惜我这一生无囝儿啊。
阿爹，啊你都算唔对啊！我甲阿兄拢是你亲生的后生啊！哈哈哈！孔先生回去南方了，对岸以后，法拉都考教，每一摆名数的前后，拢不出孔先生的定数。不过有一个代志有差错。医生话，食林米九十一担五斗运动出工。不过迄年我食林米拄拄啊到七十一担，杜总书就批准我保卫共生。我开始怀疑孔先生算数了。我想讲，先是好代志啊！你来电到面有面家嘞。孔先生算我是林密到九十一担五斗，才会当出国。也毋过为虾米，杜总书即马就准我保供嘞？孔先生算你会当出国，一定是准的。你莫阁计较迄十几担林密啦。孔先生的算数，一向拢足准的。伊算我可靠。讲第几名就第几名，我这摆算唔对。无想到杜总书故病回乡了后，我报功的代志，果然和苏印杨公所拒绝。一直到我丁卯年，尹秋敏总书看到我的考卷，赞叹讲：“哎呀，五七就是五篇造诣啊！”哪会当予有学问的人无出头的日子啊？所以明官府重新申报准我为公。安尼先，连头前所食的林米，总共拄好是九十一担五斗啊。所以我愈相信。人生在世，真是进退有命，紧慢有时啊！孔先生传授的防疫心术这么准，阿爹是不是也捌学过？敢有影这么准？哎，既然一言一会，莫贵坚定，算也不算，擦也不擦，又搁有甚么分别啦？哎，从此以后我是万念全无啊！完全无求咯。这个袁坤仪来国学年外，规天无要读册，也无爱写文章。敢若戆戆啊坐伫遐，看袂出来伫想啥物。伊是倒位啊共生啊？江苏嘉善县。既然是南方的共生，归去叫伊等去南方读书安尼就好啊啦。是。几十年，我离京南归，阿未入监，大声去车下山中拜访昏故会禅师。
我甲昏国禅师对面坐咧，三暝三日拢无困。凡人所以袂当成为圣人，只是因为被妄念修持。你甲我静坐三暝三日，不管你起妄念，这是啥物缘故？我一世人的命运，早落去用算好啊。阴历生死，皆有定数。就算讲要梦想，嘛无法度梦想。我想讲你是一个胡家。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！禅师，这句话安怎讲的？凡人未能达到无心，无心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外面未去乎五欲六尘、名闻利欲所诱惑，内心不去贪嗔痴欲的妄念，未当达到这个境界。一定会被阴阳所束缚，袂当超越阴阳五行所立的范围。哪得无所？也毋过，唯有平凡的人有定数。迄种极善之人，数就故意不定；迄种极恶之人，数嘛故数亦不定。你二十年来，互人算好好，完全毋捌转动过。这不是凡夫，又阁是虾米呢？敢讲命中的定数是会当走向的？命由我做，福家己求。咱佛教经典内底有讲：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的拢是事实啊。蒙古是佛家的大戒，诸佛菩萨。要哪会讲假话去欺骗人呢？也毋过，明主话求即得志，即是讲追求应该在自己的内心。道德仁义是心中本有，可以力求。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，如何求得呢？明主之言无毋对，是你误解啊。你敢无看诶？六祖慧能伫《坛经》中所讲诶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将心入密，感无不通。只要会当回头向家己内心内底去求，内心有感，外面自然有应，感应度高，无迄啰袂通诶啦。迄都毋是干那得着。道德仁义，嘛会当得到外面的功名富贵，内外相得。这种如理如法去求，才真正有利益，真正会当得到。若袂当反倒转来，向内心去反省，只是向外面去攀缘追求。安尼求者，固然有真侪方法门道，也毋过会当得到的，也是原本命中所有的，并毋是去求来。命中无的，也是求袂到啊。内外相失，内心失去道德仁义，外面失去功名富贵，不从内心去求，所以无利益。我将孔先生为我推算的命数，向昏国禅师照实禀报。禅师就问我讲：“你感觉家己应该得功名，应该有子儿无？”不应该。
是安怎不应该？科地中人拢是有福相的，你我福报，袂用积功德、积善行，培养好好的根基。而且佫无耐心，佫袂当吞论，有时阵自尊自大，认为家己足聪明的，胡白乱讲，得心得行，如此种种，皆是无福之相。要哪会考得着功名呢？啊，是安怎？不应该有囝呢？所以，地之火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尚无鱼。我爱清气，这是我无子嗣的头一个原因。好气能育万物，而我善怒，这是原因之一。忍耐乃生性之本，意味人心是不育之根。我常常爱惜家己的命节，袂当下计救人，这是原因之三。多言好气是基石。我又搁爱饮酒，甚至消散精气，是无囝的原因之五。又搁规暝无困，毋知保养元气元神，是原因之六。其他的过错还阁真多，讲袂尽。生后生，有受百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百世孝子贤孙来保持伊的家道兴旺；有受十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十世孝子贤孙来保住伊的家道；有受三世二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三世二世子孙来保持伊的家道。迄种无后代的，或者是出一款不好子孙的，拢是因为无修福，福德真报的因果，唔是干那考试这种代志。世间会当享受千金之财产的人，一定是千金的人物；会当享受百金之财产的人，一定是百金的人物。应该夭死的，一定就是夭死的人物。天道只不过因应机材而顺其自然，什么时阵不加过伊的意思？如今你既然已经知影家己福报甲无囝儿的原因，从今以后爱打拼改过自新，甲一向不定科地无囝儿的原因做一个真大的改变。一定爱积功累德，一定爱包容别人的过失，一定爱爱惜家己的精神。以前种种的过失，袂输昨日事；从今以后，种种改过自新，袂输今日之再生。这就是其力再生之心。迄六之心，也阁有一个数力伫个，义力之心，总袂用个以感激天人之道。太甲愿，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诗经有讲：因缘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你袂用个定科地，袂用个生囝儿，这是天作之孽。又可得你为之，你如今扩充德行，努力行善事，多累积阴德，这是自己所做之福。哪有迄种不享福报的道理呢？易经为君子写讲，谋求趋吉避凶之道，能改过迁善，自然逢凶化吉。若讲天命有常，未当改变，吉如何可趋凶？凶又如何可避免？开章第一句就写讲：积善之家，
必有依靠。你敢相信？禅师所言，我深信不疑。你若是会当一心向善，谦虚改过，努力修德，好求功名不立，不得子孙呢？富乐家公未晓画符啊，会互鬼神笑。这其中有一个弊端，只是不懂念头而已。在崖壁画符啊进前，爱先将万缘放下，内心一念不生，从此念头不动处，落一点，为之混沌开机，对这笔飞行，这道符啊。就会灵性，凡是基天立命，拢爱从无私无如处去感激。明主谈论立命之学，伊讲夭寿不离。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之中，短命跟长岁寿，这是两件代志，是智力，是两个无同款的极端。咱若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什么是短命，什么是长岁寿，这就讲明外面一切差别对立的现象，拢是对咱家己梦想、分别、执着所生起。若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一切差别对立都不存在啊。所以讲，咱要立家己的命运，转变家己的命运，就要对这个所在开始做起。风强不利，会用立病福之命；夭寿不利，会用立生死之命。人生在世，唯有牺牲是上大的代志。所以若讲到夭寿，都关系到咱的生死大事。那安尼，这一切顺逆的境界，都拢包括在内啊。讲到修身以肃静，修就是将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才叫做修。肃就是咱要以什么款的心情来等待，袂用个有淡薄啊肖想非分的妄念，袂用个有淡薄啊将赢攀缘的妄心。假使讲有这妄念起来，爱马上将伊斩除断。修学乃当达到这个地位，直接走入先天清净的境界，这都是真实的学问。这是功过偈，你提灯去看卖，以此修行。逐天起心动念，言语自作，先吃记录，故吃替图。比如说你一天来做十件善事，也做九件恶事，十扣九就剩一善，这样记录累积你的善行。弟子受教。你也袂当做到无心，我教你持准提咒，用持咒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。咒语逐天拢爱持诵，行住坐卧拢唔通袂记的。你持到持理不持，不持理持，持到顺息起心动念，自然就是咒语。无妄念，念到妄念不动，这个时阵。都冷下来，
我教你念。对，迄天开始，我就将家己原来别号下海改为了凡，来表示跟我到立命之算，未搁再做一个凡夫了。虽然法官行善，但行而未顺，反省之下都有信哦。那不是见善而行之不用，那不是救人而心上自疑，或者边疆为善，但口又过言，或者是趁时操持而最后奉迎。以故则讲，特别将大好的光阴拢虚度了。从此，我将你谨慎如履薄冰。就家己感觉甲以前都无同款。未过在悠悠放任，就是讲一个人独处暗室，也会警惕，唔敢动恶念，惊会得罪着天地鬼神。若有人怨恨我、诽谤我，我自然就会当欢喜接受了。第二年应礼部考试，想袂到孔先生算数。真是开始无应验了。以算我考第三名，我却是考了第一名，而秋伟也考中了古林。分国大师的话讲了无唔对啊，行善修德，真是当改变家己的命运啊。过一年就生你了，好名叫田克。阿爹，这个名是表示天道交换的意思是？是啊，正善因，得善果，这是天道之正理啊。过经过三年，三清显形完成了，我阁请圣公阿叔伫处理最会向。当年的九月十三日，祈愿求中进士，要行善事一万条。到甲丙戌年，进士及第。迄个时阵，我已经是五十二岁了。
朝廷受我为得力保地地官啦。本官就伫咧凌河的海口，每年雨季海涌真大，凌河涨水，河水入海不利，逐摆拢造成水灾。敢讲无海岸阻挡？虽然有沙堤，也毋过无法度阻挡。大涌来的时阵，这沙堤马上就放弃啊，根本无路用。那无正巧啊来巩固呢？进前的地官大人认为造林的工程真大，劳民伤财，拢唔愿意做。敢讲水患成灾，朝廷开征真济就会改变呢？其实赈灾代志搁较困难啊。组织摇曳，正六过刷，日本官人来，一定要修建海堤，疏浚河道。哎，大人啊，这个所在连年欠收，收成拢无够通用啊，要闹在条交付税啊！杨氏原来是每亩两分三厘七毫，对今仔开始就改为一分四厘六毫就好了。夏大林，大林，温董在做啊！夏大林，各位乡亲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起来，紧起起来！啊，种好了，全部拢种好了，牛球全部拢种好了。啊，明年这布花就袂去放了。就好诶。小蛋，你提这物件要创啥物？今年热天，出来明明提一挂棉衫、丝巾、棉啊裤。我想要买一挂丝啊，换一挂棉啊，回来，将寄出来送予遐无寒天衫人穿的人。好，好啊。这嘛是要替你加做些事。自从你做官人了后，都无亲像伫个家乡，常常咧放生，或者是铺桥造路，人伫个衙门内面，哪有时间行善修德咧？要唔过咱。我原要做一万件善事，唔知影当时才会当完成。了凡先生，我看你面带愁容，唔知有啥物代志。尊神，下官袁了凡，为求登帝，发愿行善事一万件，唔过公事真无闲，逐工要审理案件太多，无闲来行善，因安尼心中苦恼，唔知要安怎较好诶。了凡先生。你早就已经完成一万件善行啊！啊！公门之中好修行，干那减粮这一项，就算讲是做一万件善行啊啦！哈哈孔先生算我五十三岁那年将有大厄，我并无为家己祈求长岁寿，不过那年我竟安然度过了。
即阵又阁经过十六年咯。恁两个啊，书经有讲，天然性并弥雄啊，又个讲为名不雄，拢唔是讲武啊。有诸位人知影，凡是讲好福是家己求来，乃圣贤之言教。那讲好福为天所命，乃是世人庸俗之论啊。恁的命运唔知安怎，但必须爱记哩，就是命中应验，也应该上作落木相；就是时当顺利，也会上作福业相；眼前作实，也会上作贫瘠相；人上敬爱，也会上作穷苦相；家世望重，上作陛下相。就是学问博优，也爱上作千罗相。万事用祖宗之德，君师盖父庙之谦，上师报国之恩，下师做家之福，外师济人之急，内师弘济之暇。咱必定爱日日智慧，日日改过，一日不智慧，就一日安无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就一日无步可进。天下聪明俊秀的人未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功，是因为因循能力耽误一生啊。昏国禅师所修立命之说，是至精至髓至真至情至理，仁爱认真体认，勤勉奉行，唔通虎度光阴，空过此生啊！阿爹，先来吃饭啦。嗯。卡翠莲。嗯。天叔哪未转来啊？哦，伊下早就去乡里，要去找宗师大人讨考卷啦。嗯。照讲考卷是袂用摕出来。哦，阿姨就讲有朋友甲旁观是熟识的，无得卡吼。拜托人抄一份出来给伊，伊若会当退回来，你就甲看卖啊嘛。伊对我的责备也是真不服啊！这囡仔家己错了，唔然悔改，偏偏想办法要来暗砍过错啊！小弟伊还佫少岁，做代志拢想要证明家己真正确，有这种好强的心，嘛是甚物歹代志啊？无咯，道理唔是安尼讲的啊！阿爹，我将考卷抄回来啊，请阿爹过目。嗯，先吃饭啦。阿爹，看了你的批注，我即马知影唔对啊。嗯，都位错啦。哎，阿爹讲了对，道德文章本意中和之气，我心浮气躁，不但袂当束手坦诚。就算推论说理，要哪会当真切嘞？嗯，从今以后，我决心戒毒戒食，重视家己的过错，无要去讲别人的缺点，嘛袂过怨天尤人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民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先莫大焉。
这是上界难得的啊。凡是吉祥之兆，命和心立同和四体，故好者上福祸，故薄者上君侯。凡人俗眼多避障碍，就会以为福祸无定，不可预测。心地至诚，就会当甲天道相合。福之将至，观其善，必能善抵之；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，亦必能善抵之。那欲克服怨祸，且不论行善，行事皆过。解过事发三种心：第一，爱发天心；第二，爱发慧心；第三，爱需要发勇心。爱定定安尼想，故知圣贤甲咱同为丈夫，伊乃必须可思，咱乃一心瓦裂不得善终，担念有庸俗的快乐，私底下做出种种不义的行为，也认为人不知鬼不觉，糊里糊涂也无敢见笑，安就会愈来愈沦入禽兽而不自知咯。谁知可修可替者莫大有处，命主愿气之无人大义，以及得之即圣贤，失之即禽兽啊！这是解过真正的闭关啊！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咱的过错虽然是在隐蔽之处，但天地鬼神拢看个清清楚楚。当者降之必用，轻者损其献福，咱哪能不会惊吓呢？就是伫舒适度高的所在犯着过错，就是掩饰个真秘密，暗卡嘛真卡妙，其实心思早落，将难自弃。一旦互人看破，一线都唔得。想到这，乃当会常常生出畏惧之心、恭敬之心呢？人世无常，六心易顺。只要一咬开，那喘袂出来，这个身体就无属于你的了。到迄时阵，你就是要改也无办法了。按你来讲的，用世爱承担千百年的恶名，虽然有孝子贤孙，也袂当代替洗清。在阴间也得受千百劫沦落地狱的业报，就是圣贤活菩萨也无法度挽救接引。安尼，乃讲袂妨心生敬畏呢？只要咱也会当喘气，明天做过又可悔改。古早人思想有这款的哩，一生做多端，你会当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将有第一善终。所以一念明利，足以随必然之恶啊。比如千年幽谷，一定在叫这千年黑暗孤独。所以过错不论究竟，唯能改正为贵啊。人未当改过，拢是因为因循退缩。咱应该训练振作，唔通低疑，不犯单态。所以过错如芒刺在肉，赶紧甲挽起来；大过错如毒蛇蚁子，赶紧甲斩除，绝对唔通丝毫丢毒。累累的风行，
万物得以生发，这就是《易经》中风雷之所以为易的道理啊。受体为固，养命。人会当具备这三种心，就会有过必解，如春兵武力，祸患不消啊。睡哩哦。老先生啊，啊，这鱼本来就是要用吃的，敢不是？唔，那是给人吃的哦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哦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。各位，即卖拄好是鱼类生卵的时阵，即卖佮抓起来会造成真大的产业啊。老先生，我是靠抓鱼为生呢。一年当中抓鱼千千万万呢。啊！你总袂用个，拢来因买来，啊，摕去放生啊。抓鱼是恁的本事，但是恁知影无？这鱼类也是有灵性啊。恁嘛听讲这个乌鱼母仔的故事无？在生了小鱼了后，会添加两粒目睭失明。安尼，伊袂当去找物件来食。小鱼围伫个老母的身边，唔敢离开，因知影老母伫要枵死咯。所以就一尾一尾收入去伊的嘴内。母鱼误以为是别行的鱼类，就该吃落去。但母鱼恢复元气，目睭慢慢啊紧起来了后，伊看到所吃的竟然是家己的囡仔，就停止吞食，转世离世。所以讲，这世间鸟兽、鱼虫、人，或者受血气的生物，拢是有灵性。既然拢有灵性，安尼养育之恩、生死之痛，人家的体会，拢嘛是共款。我阁甲恁讲一个小牛救母的故事。有一个胎牛的，要胎一只牛母。等你去夜岛的时阵，煞找无。原来是小牛将刀给夹去了。小牛为着要救伊家己的老母，竟然将刀甲吞在巴肚内落去了。
这太牛的和小牛所感动了，将牛母甲牛囝拢饲起来，予伊长老。安尼以后，伊也无必再做太牛的生理了。咱甲水族、甲众生，拢是世间圣灵，拢是做人儿女，又个做人的父母啊，就是袂当受用德性，互因尊敬我、亲近我。但是哪用呢？逐天杀害，互因受我、恨我，以无穷无尽啊！想到这，看到龟多鱼肉，咱要哪会当讲忍心甲吞落去呢？阿爹，这个人一世人抓鱼为生，就算讲你今日较细号，也毋过伊嘛是爱生活。人为求生，做无同款行业，这抓鱼乃当就此改行专业，这改过个形成同款功德无量啊！阿爹，这改过敢有速效之法？改过的办法。有对思想改，对理想改，对心想改，功夫无同，效验有差别啦。比如昨日杀生，今日不杀；昨日亲怒，今日不怒，就是将事改过的方法。安尼会当强制我，但是防止以后再犯却真困难，因为思想随改，变君也敌，当灭世生，将会彻底究竟之道啊！先改过者。未尽其行，先明其理。如罪过在杀生，就想看卖：上天好生，不改乱命，杀必勇气，机灵自安呢？在心灵承受多杀，又被其改，搁提其主，这是主的种种痛苦，真是切入骨髓啊！而且保养家己，敢一定爱食这物件呢？更加好的美味，一个食过了后，什么都无留落来了。何必将咱的身体变作别人心灵的分尸场？其实青菜素食嘛真好食，何必去杀害其他的性命？来节省家己的福德呢？但搁再讲一个烦恼，应该就安尼想：人拢有伊的缺点，对有缺点的人，咱应该同情伊、怜悯。如果伊无讲道理来冒犯咱，迄是也唔对，甲我何干呢？天下的无自以为是的豪杰，也未讲有怨恨别人的学问啊。行事不能如意，是因为家己的德性受益无够好，也未当感动别人。哪讲有人对我无礼，我就爱反省，是不是家己对无够尊敬呢？会当安尼看待世情。
安尼诽谤来的时阵，就会当甲当作是对家己的磨练而欢喜接受，那会受气的。那会当做到文崩不落，虽惨言混天，不过是孤血混空，终会熄灭。若分崩离落，虽卡心裂变，终会是春蚕足茧，自处束缚啊！前路是对有信心，有迫害而无意义啊！求种种过恶，改当故理书记，处理这名故将自己。改过最重要的是对心来改，各有前端为心所做，我心不动，故从何生？求学之人，学好识，学好理，学好名，学好路，种种过错唔免逐项去求，只要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袂当污染，就亲像太阳当空，蒙亮消毒，各种心解。这可是精美独到的真传啊，就亲像斩毒毒树，直断机关最为干净，何必枝枝砍伐，叶叶拆掉呢？大概改革的方法，以地心为最上，安尼就会当当下清净，邪念即动即以觉察。一个觉察，邪恶都无啦。假使未当达到这个境界，可以借名利牵独子，连名利也做未到，就必须随时以禁止。以上书而兼行下功，这无算是实切。那讲是一味只用下等功夫，颠倒将上等功夫糊涂过去，那就是过卡戆的人啦。咱法院改革伫明处，还有良师益友的提醒；伫暗处，需要鬼神来做证明。安尼经过一七二七，甚至一个月、两个月。常常你坚持必定有效验，迄个时阵的感觉，迄心旷神怡，迄智慧顿开，迄患难中突然顺畅，迄度弯手挥金作喜，迄是梦中吐出恶物，迄是梦见圣贤提拔接引，种种相随好事。那拢是小过减罪结掉啊！不过，咱切不可以以此自傲，断了家己进步的道路啊！春秋的时阵，魏国的古伯玉，第二十岁时阵，已经做到了抵甲家己以前的错误来进行改正。到个二十一岁时阵，又个反省到以前的改革也无彻底。到个二十二岁，回是二十一岁，唉，又在梦中啊！就安尼一年过一年，相继改正。行年五十，又伫四十九年的人生，拢也是有过错。古代先人对求解决学问，就是如此深下功夫的。我辈身为凡流，故恶正多，回想往事，尚看袂到，真是初心而痴迷啊！过错深重，伫人的身上也是有反应的。
也是心神分析，我头都未记哩啊！也无数哩伤烦恼，也见君主哩感觉失意，也闻政论颠倒不落，也是非有人反作万分，竟有心者，诶，夜梦颠倒，梦言失志，这现象拢是作孽之相呀！一旦了这款定调出现，必须警觉奋发，下固多心，切莫自我。完了，樊先生是明朝世宗嘉靖十四年出世，本名完宏，李坤仪。早年和孔先生将一生命运算定，然后拄到昏国禅师为伊开始明主五力之学，就将别号学海改为了樊。了樊先生尽其一生实践改过即现之法，成为世人行善修德、改造命运的杰出典范。了凡四训是完了凡先生为教育子孙后代所写的四篇家训，文理通顺，开人心目，清末民初应公大师极力提倡，因为流传真快，成为后人积善累德改造命运的经典。净空早年受教朱敬昭老人，和印证有印作，毕生奉行亲修礼乐，是为解救金世众生劫难之不离法门，又为佛门信戒行，正立佛境界之大根大本也。宛如我东伦强面子，谢晋康2001年6月20日。也经有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是实在话。凡行善之人，必定得到福报。这款的例是非常的多。就以本条的杨孝书来讲，伊是建宁的人，祖先几落代拢是以剃刀为生。每年落雨，拢会做大水，冲歹着真侪房屋。别人船夫拢是去雨水捞来财物，
你就杨尚书的阿公阿祖，却是过去救人。共村的人拢笑因是戆人，因一世人唔知救去偌济人的性命。后来有一个神仙化作道士，对杨家讲：“恁阿公积落了真大阴功，后代子孙一定会显贵。”神仙指点杨家，将祖坟迁去风水真好的一个所在，就是现在真出名的建宁白兔坟。从此，杨家渐渐兴旺。杨孝叔乐观定地做到三公，皇上还佫加封伊的祖先三代，佮伊同款的官位。杨氏后代尊贵影响了真侪，一直到现在，要真侪贤良的子孙啊。阮县有一个杨祖丁，早年捌伫县府做事办，伊尽心忠厚，守法公平，是一个真有善心的人。喂，大人，这个人唔纳罪，搁带头闹代志。本官问你，这敢是事实？大人啊，我咧做是有原因的啊。刁顽之徒，永兴，去！大人啊，不用去拍啦，冤枉啊，大人啊，冤枉啊，大人！哎呦，大人啊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呦！大人，请大人息怒，不用搁再拍。大胆！这个人违法赔礼，莫怪让人受气。搁拍！去！大人，孔夫子讲过：“相识之道，民善救义，如得其情，爱今勿喜。”大人，当今世风日下，上司不能做出好的典范，下民人心离散已经真久啊。大人，就算咱献出真实的案情，应该都要可怜伊，替因伤心，欢喜就袂用的啊。大人，何况是受气的？那不是你甲我提醒，我差一点啊，就变作是昏官，家己阁唔知。小干，去！干那有够做一顿饭尔，若阁无想办法，明仔载真正无米通煮饭。平常时，咱家的粮食拢予你摕去。去补贴遐烦人，互因食，借出去银两，将来嘛无要叫人行，即嘛好啊。敢讲你会当找遐烦人，叫伊摕粮食来行是？大人，最近厝内困难，想要向大人就后个月薪水，参考买牛度日。杨主办，本官知影，你这个人无随便向人开嘴啊。是是是，
本来嘛无虾米大代志，也毋过，也毋过，最近关内底苦人嘛真闲，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。既然关里嘛有困难，那呢，我都唔敢阁交了啊。这些犯人是为倒也押来，杭州，杭州。啊，迄、那个油工，伊敢是讲要甲咱送一挂糜来吃？哎呀，要哪有可能？天下间无可能有一款痟的，会去插咱这挂犯人的死活？哎，话袂用安尼讲哦。阮杨大人一向就是讲会到做会到，你若不信哦，明仔恁等你看。等你看，我看到明仔载天光嘛，无一定会来。但有医生，水里来，火里去，小的这条性命就是你的啊！哎，千万唔通安尼想，你嘛唔免甲我说多谢，还是认罪伏法，改过自新，做一个好人吧！啊，哎，请去，请去。这位杨主丁一生行善，而且积的拢是阴德，伊阿公母后来生了两个后生。做到南北礼部侍郎，伊大孙做到刑部侍郎，次孙任四川连县，拢是一代名吏啊！在正统年间，福建的丁某七起来作乱，势头真大，强者甚众，朝廷出兵南征。军中有一位布政使谢道士，受命去抓贼党。大家听命，只要姓名无伫个鬼册之人，拢分一支小白旗仔予因，予因插门牙口。等到破城迄一天，只要门牙口插小白旗仔，袂用抬。遵命。谢道士的办法，伊活了万外人的性命，这是大善啊！后来伊的后生中了状元，做个宰相。爷孙也考中探花，真是大善有大福啊！也毋过阿爹，亲像谢道士这款的大善，并毋是一般的老百姓做会到呀。人做什么职务，就爱尽职，无论大小，只要是真心行善，同款的圆满的福报。福建宝山林家。祖先有一个老太太，一生好善乐施，伊定来做分团施孝善恰人。来，多谢阿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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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免客气，多谢阿婆，你看是我菩萨。哎呦，免客气，免客气，起来，起来，明仔再叫过来哈。
要吃多少，自己拿啦。多谢你你上班来啊，拢发了了啊！明仔载我著加做一寡，甲你留几粒啊！我已经食你三年的粉团啦，要安怎甲你报答嘞？哎呦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！食这粉团哪有算啥货？唔通客气，唔好客气哈！我有一份薄礼，想要送予你老大人，请你带我来。这块福荫之地，等你老大人百年之后，就踮在这起荫体，你的后代子孙一定会当加官进爵，做官的人一定是千千万万。老大人，你唔免怀疑啊，这是你一生幸运的果报。老大人过身以后，伊的后生就按照道林指点的福地安葬了林老太太。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就教的人定科，历代拢有人做官。在福建，甚至要无林不开本的古谣，那就是形容林家得功名人非常的罪啊。明朝帮太叔的老爸，当年在官学里做秀才，有一年的寒天，非常冷的一个透早，都没关系啊，唐小灯来哦。来，关你了乱了。放心，你救人一命，出自你的信心。我派宋朝的宰相韩琦来做你的后生。后来，果然帮太叔出事了。
因就甲号名叫做房琪。台州的应尚书，少年的时阵家境无富裕，伊少住伫山中读书。昨昏头钓到吼一个妇人哦，因翁出门足久啊，拢无回来呢。啊，厝内人吼想讲伊死啊，吼都逼这妇人改嫁哦。哎呦，这个妇人哦有够精致啦，明仔载要来遮吼吊刀自杀。我总算找到替死的啊，我会当投胎转世咯。嘿，你水面啊，凭啥你先投胎？诶，啊你嘛咧真奇怪啊，是我先知影，当然我先来投胎啊，对不？嗯，哼。应公赶回去的，点点啊变为伊所有的鬼魔不缠，换了四两银两，并且加写一张批予迄富人人的处理，将银两寄去。这批是假的啊，不是咱后生的笔迹啊。批凡事有假，要过这银两实实在在是真。看起来咱后生还阁活着，拜托人代笔嘛是有。哎，刷刷去啊！你都甲当作是真诶，先莫叫新妇改嫁啦。无偌久，因后生竟然真是回来了，夫妻才会当团圆。真无简单找到一个替身啊，或者姓杨的拢无害去啊！伊破坏你的好代志，害你袂当去投胎，你哪唔甲报复一下啊？呀，袂用的啦！天地讲吼，这个人心肝善良，有积阴德，一定要害伊吼，将来做尚书呢。尚书，我要哪会当个害啦？上俗有一位戚弘德，伊老爸是一个有钱的人。那拄到饥荒年，伊就无收电费租米，也阁提出引导的粮食来赈济散吃无人食的人。有一天暗时，伊听到鬼伫外口咧唱歌。千不空，万不空，此家秀才做个鸡玲珑。千不空，万不空，此家秀才做个鸡玲珑。鬼的歌声连续鬼迷无停。在这年，戚弘德果然雄气中古，伊老爸因为安尼愈来愈积德，拢无停止。修桥铺路，财政济足，凡有利益，拢会尽心。后来，伊阁听到鬼伫门口唱歌，千不空，万不空，此家之人一直做到多多。千不空，万不空，此家之人一直做到多多。这鬼唱歌又个唱鬼迷无停，后来戚弘德去做两节巡抚，果然是做到都统大人。家乡有一位多空虚空，三年最近兴波主事，伊困到公务，暗时伫家阁内底困。有一暝，伊详细问犯人的情形，查出一寡是无辜的人，伊家己并无抢功劳，
而是写作文书秘密报去予刑部尚书。到达调审的时阵，根据伊的报告，尚书为十外人平反冤家。哎呀，一时间，大家人纷纷学了尚书最官清正廉明。道公阁向尚书禀报讲，京城之中要冤民，四海之讲刁民之众，哪会无冤枉的人？伊建议刑部应该五年派一个检刑官，故事为冤民平反。尚书依照伊的建议，上奏朝廷，得到了批准。道公也可以派去做检刑官。有一暗，伊梦到天神来给讲：你命中本来无囝，即阵检刑之意侵合天心，天地赐你三个囝，拢是穿紫色的官服，下金色的腰带。彼暗，多夫人真拄好，正是有身。后来生了三个后生，果然拢是官位显贵的俊才啊！你若讲有一个博学多才好朋友，叫做包贫李信之，伊的老爸是知阳太守，信之先生兄弟七个人，伊上届少年，伊勤奋好学。但是逐摆考试拢袂调，平常时伊真正注意佛道学问。有一天，伊上江某湖佚佗，忽然间伫路里拄到大雨，师父，是怎么不爱修善佛堂呢？你看，雨水已经将观音菩萨的圣像压沉去了。不是无想，只是欠银两，心有余力不足啊。我愿意尽淡薄力量。这工程这么大，十几两银，要哪有够啊？师父，这有新接的上部四柄，长三七领，请师父收落来。这衫拢是新做的，拢也毋捌穿过，你也是留咧家己用啦。但求观音圣像安然无代志，我包贫就算无穿衫，又阁有啥物要紧？写银写衣布，并无困难，只是施主的一片真心实在难得，请放心，贫僧一定袂辜负施主的厚望。以后佛堂修好完工，信之先生就带老爸来这佚佗，暗时就住在寺庙里。彼暗，伊梦见护法神来个拜谢。护法神讲：“你护持圣像，心念至诚，人间同向世乐矣。”要信之先生后生甲伊孙拢发科发家，官位显赫啊！故家先的职工伫官府做兴邦的。
你竟然害死三条人命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阿立西罗，甲地给。是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啊！我有斟酌看过你的资料，你这个案件确实有可疑之处，请大人救小的一命。你起来。小的不敢。我伫个最近会到你住的所在查访一下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大人。什么代志？叫李白，和因两个人见面。是。有一个刑房官，敢若明白我是冤枉的，无得卡，伊会使救我的性命。安尼，赶紧去救迄位老爷。即马若去共拜托，是拢爱送礼。也毋过，难道啥物拢无啊？我的性命，全部拢伫你的手头啊！我，即几工，伊就会去咱厝的查访。到时，卡苏你，你若狠心脚台，无得卡，伊就会使替我伸冤啊！你先回去房间啦，我有代志。要跟大人说，是安尼。大人，有话请讲。我的翁婿，伊叫我住的亲身来奉太大人，伊感谢大人救命之恩。救出你！我看是你的翁婿糊涂了。我堂堂官家的官员，要哪样做这种代志？讲也是刀锋奔走，为迄犯人心锁万困，最后案件得了平反。夫妻两个人无甚物通答谢志刚的好运大典，就拍算将查某囝送回做妾。因为志刚也无主事，这伫情理上是讲得通，志刚就答应了。但是有按依照礼数准备搞礼，迎娶伊的查某囝回去。结婚了后，生了一个后生，六冠中魁，做到翰林孔目，到个下三代，拢聘为学仆。阿爹，阿爹。你甲阮讲遮尔啊多修仙得福的故事，大部分的古簿拢是及第做官，
敢讲咱行善积德，就是为着要求功名心？问起真好。古早读书人注重功名，那是因为只有考古及第，才会当得到官位职权。有位有权，才会当为国为民做大福兴大利啊。不过咱行善修德的目的，不是只在功名。圣贤之道，为成有名，名者智慧啊。有了智慧，就可以通达思甲理。行是真心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本格清净心。如果一个人能修得至善，一心清净，安尼做官可以造福百姓，做普通人也可以独善其身啊。真正能行大利、修大福者，无如提倡伦理因果，无如施行圣贤教育，明了因果，护持正法，这是行善的第一等大事啊！若要深入来讲呢，这善有个种种无同。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阳有是非，有伴有怨，有大小有难易，这些拢是爱仔细去分辨啊。为先你不讲究道理，往往会自认为真有修行，却是毋知影伫咧作业，安尼是枉费苦心，拢无利益啊。那呢，可谓善之真假？有几个女生去天目山拜会中风和尚。有法如仙乐报应，是如影随形。世间往往却是某人善，而子孙不幸；某人恶，颠倒门庭兴旺。这样看起来，佛所讲的因果，不是想无一个依据去啊？反正未定，正眼未开，人生为恶，知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为什么不爱分家己是非颠倒？颠倒怨叹天道报应有差别呢？这善恶免奈颠倒拜呢？你讲看卖，何为善？何为恶？骂人啊，怕人是恶；尊重人，对人礼敬是善。未必然呀。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自守是善。未必然呀。阿爹，到底什么才是善恶呢？有业依人是善，有业依己是恶。有业依人即怕人骂人，该是善；有业依己即敬人礼人，该是恶。是故，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发自内心者真，因习行积者假。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。予人看到谨慎、无屈强的，大部分拢叫做圣人，你认同伊。而圣人则另外认同无受约束，遐谨慎温顺的人，尽管有规整的人，拢讲伊好，但是因为伊人汉对人汉无志气，袂用个指望伊上进，所以圣人一定会讲伊是道德之才。这善恶的标准，世俗甲圣人
分明是倒病的啊。推广起来看，这世俗的种种取舍不变，拢会有错误。天地鬼神之善恶福祸，拢甲圣人动是非，你不甲世俗动取舍。所以，凡欲即善，绝不可被听到的、看到的带人行，只有自我反省，将心源隐秘处，点点啊洗涤，顺是一片济世之心，即为端；若是有一丝毫微世之心，即为曲；顺是爱人之心，即为端。有一丝毫愤世之心，即为曲；顺是敬人之心，即为端；有一丝毫惋惜之心，即为曲。凡行善立人低志，即为用善；行善立人不低，即为阴德。阴德天不济，用善用世名，名也是福，不过好做不万多。随之向圣明立失不符者，常有机会。人无过错，立行必恶名者，子孙忽然发达。阴阳之间，为善的差别是真正微妙啊。春秋的时阵，鲁国人时常会和邻国掠去做奴隶，有人出钱给赎回来。按照鲁国的法律，可以领出赏金。主公有钱，伊出钱给赎回来，却拒绝领赏金。公主听到，真无满意。伊讲主公做错了，君主之行爱依风而俗，爱引领大众仿效，而不是为着家己欢喜的。主公唔收赏金，会让人认为做好事收赏金是见效的代志。鲁国有钱人较少，善恰人较侪，从今从此就未阁有人去俗人了。相反，朱罗看人跋落水，冒险去甲救。迄个人送伊只牛表示感谢，朱罗欣然接受了。孔子听了真正欢喜，讲从此鲁国救助丁力的人会搁较侪咯。世俗之见，主公不受金为忧，主罗受牛为乱，连夫子却恶了主罗而批评主公。对这，咱就知影，人之为善，无论现行，理论流弊；无论一时，理论久远；无论一心，理论天下。往往现行随善，不过是闹英雄，却足以害人。安尼，这就是事先的是非了。现在看虽不善，也英雄却足以制人。安尼就是非善的是事了。这是就以这件代志来讲，其他如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。非信之信，非主之主，也拢应当心信来分辨选择啊！啊，阿爹，我明白啊。存有私心的善是有欠缺的，而一心为天下人的善则是圆满的。何谓正偏呢？
前条鲁文一公跌骨梦中，以四腿相位应归故里，还来树云用几路泰山北道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请请来来来，进来啊！请请请。你这人啊，阿唔着惊吓。你唔是咧老路诶？为虾米了不起诶啊？敢当本大海多？哎呀，左手左手。我见伊啉酒醉啊，咱莫甲伊计较，咱行别条路就好啊嘛，吼。来，请。连东东今天在上都无我的法度啊哥。人如果哦，是一个真有度量的人，你唔通唔知好歹。我咧想咩啊？老爷，伊就是去年甲你应催应制的迄个酒鬼啊！早伫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看到伊当时迄个模样，我就知伊早晚有即个下场啦。我是讲，假使当初留我甲伊计较一下，上官严办，伊小听你大概。迄个时阵，我敢若顾存心任孝，想袂到颠倒永生之恶，弟叔无药可救。这实在是伊善心，你行恶事啊！要一个复合，恶心颠倒行了善事。有一年拄好饥荒，大家拢无物件通食，当头白日上街抢粮。这富豪带着家丁，将这抢粮的人抓去送官府。不过县官唔敢管，因安尼这散家人愈来愈乱。所以这富豪带着家丁将灶台人给绑起来，吊在因家的树下顶，连续四仗几落天啊，这个局面才被压下来。那不是这个富豪挺身而出严办好手，城中必定大乱啊。所以讲奸诈为政，恶诈为偏，这大家拢知影，不过伊善心做恶事，那是正中偏；伊恶心行善事者，那是偏中正。这道理也是袂用唔知啊。阿爹，何为半仙晚仙呢？也经历讲，善不接不足的性命。恶不接不足的灭心，书经了讲，上罪惯盈如处不无气，困而节之则患，害而不节则不患，这是关于患患的一种讲法。
这是我要供养菩萨的，请师父收下来。我只有两文钱，请小师父一定要收下来。陆施主，请稍等。阮主持，伊要亲身替你做回向。啊！阿弥陀佛！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父。这个姑娘被选入宫做了王妃，又过一摆来到这座寺院。阿弥陀佛，将江湖的文鸟献上。老法师，请你替哀家搁做一个回向。道理，你来替女施主做回向了。老法师，当年我给他捐两文钱，你就亲身给我做回向。如今我捐千两黄金，你哪会让小师父来给我做回向呢？女施主，当年你虽然敢若布施两文钱，物虽薄，你施心是真。若无我亲身做回向，不足不得。今日物虽厚，但施心不落前日之切，令人大惭足矣。阿弥陀佛。这就是千金为本，利本为本的道理啊。相传鲁祖初学仙术的时阵，钟离有予伊设落了十条的考验。第一，是要授伊点提成金之术，讲是可以济世。鲁祖问讲，这金也会变作提袂？答讲，五百年后当恢复本质。卢洞宾当时就讲，这款的点金术会害五百年后的人，我不爱学。韩仲尼真正欢喜讲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要升仙的三千功行已经满了。要知为仙，你心会用念在的为仙的想象。就亲像是本分应该做同款，唔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代志，安尼才会当随所成就，改得圆满。那是这个心总是念着为善的想象，你就是终身困的，也是只有半善利益啊。比如以财不济人，要内不见自己。寡不见彼施之人，众不见所施之物，这就叫做三轮体空，一心清净。哎，当最佳安尼，就是一道色啊，可证不变之福；一文钱可消千劫之罪。假使心肝内
常常记着所做的善事，那就是布施千万两金，福报也未圆满了。有一位魏仲达，家伫个翰林院任职，某一日忽然被抓去阎罗殿。速将先恶笔录呈上，这是伊的恶录。看起来这个人恶贯满盈，这是伊的善录。这个人勇敢，行善伤少，提亲来亲。是。请问阎君，我今年还未四十，所做的罪恶哪有这么多呢？一念不净就是恶。舞台翻页，我紧拍开神录看卖，内面所记何事？君王，朝廷有要大兴土木，修三山九桥，魏忠达把上书劝告，以便劳民伤财，这是赵州的底稿。我虽然上奏，但过朝廷并无听从，一事无补。是安怎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？朝廷虽然无听从，也不过你一个意念已经为万民设想，假使若听从，胜率就更加大了。忠达有生之年一定洗心革面，力行善事，以弥补过去所做的罪恶。凡志在天下国家，这善虽小而大，那虽在一生，身虽多也少，切记切记。先如讲刻记，是对难刻处刻落去。胡主任为人也讲先难。江西有一位书翁，伫人道咧做老师，有一个善车人欠公家的钱粮，官府要将伊牵手带走去做下路来抵债。书翁知影，就将家己两年的宿舍拢摕出来退赏还了债务，成全了这对夫妻。这真是在难下处令下。阁亲像镇江的晋翁，老年无主，厝边要将家己的细汉查某囝送去做妾。晋翁虽然渴望子嗣，但是不忍心幼女为妾，也是害乎厝边咯。这是在难忍处能忍嘛，天降之福必也好呀。所以讲，有才有势人，其立德皆义。义立不为，是为自保。贫贱作福最难，难立人为是最可贵啊。Om Jai Hin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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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i H
完了，樊先生是明朝世宗嘉靖十四年出世，本名完宏，李坤仪。早年和孔先生将一生命运算定，然后拄到昏国禅师为伊开始明自我立志学，就将别号学海改为了樊。了樊先生尽其一生实践改过即现之法，成为世人行善修德、改造命运的杰出典范。了凡四训是完了凡先生为教育子孙后代所写的四篇家训，文理通顺，开仁醒目。清末民初，印光大师极力提倡，因为流传真快，成为后人积善累德、改造命运的经典。净空早年受教朱敬钓老人，获印政府印作，必先奉行亲修礼乐，是为解救金世众生劫难之不离法门，又为佛门信戒行，建立佛境界之大根大本也。宛如我东伦强面子，谢景康2001年6月20日。所言这种积累智慧，有言之讲，大约十项。上古时阵，伫雷电，阵看到一挂臃肿的人，拢伫咧烧钱的深潭内底掠鱼。而努力的人只有在急流浅滩中讨生活。顺心中爱悯，所以他去跟他们斗阵掠鱼，看到那些爱争夺利益的人，他没跟他责备，也没说出他们的过错。而看到谦让的人，就极力来赞扬他们，来奉罚他们。一年之后，大家人拢以深潭互得，互相谦让了。伊顺的聪明才智，伊敢讲袂出真好的道理去教导正人呢？伊所以不以言教，而要以身作则来转变人心，实在是真正可惜啊！君子甲小人，就外表现象来看，思想的混乱，就一点尊心处，就是善恶不共，就亲像乌白相反。所以明主讲，君子虽有仁者，以其尊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。在人有亲疏贵贱，有智有贤不少，难品不齐，但拢是咱的同胞，该我一体，都一个无应该敬意爱的。
咱爱敬正人，就是爱敬圣贤。灵通正人之志，即是通圣贤之志。为什么？圣贤之志，本欲殊世殊人，各得其所。我合爱合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啊。欲志在色，但色就无价值，那个雕刻就变宝贝。所以，凡啊看到人行一善事，或者既然志向可处，而足迹可见，拢爱加激励、加扶持。假使人玩弄伊、诽谤伊，你就爱替伊澄清化解，帮助伊立足。安尼，这算是尽到咱的责任。大部分的人拢讨厌甲伊无共类的，人群之中往往善食少，不善食多。善人在世俗中也是难以自立的，而且好家的表现总是比别人较好，又阁无爱修饰的形象，真容易受到指责啊。所以好事时常会失败，而好人时常会被人诽谤，拢靠仁人长者来个指正，而帮助伊，伊的功德上介大。咱是人类，啥人无良心？但是世人为了名利，营营乐乐，唔肯停止。真容易对路，所以甲人相处应当想尽办法去提醒，该解决未歇。譬如伊伫咧困伫咧做梦时阵，爱互伊警觉；伊若陷入烦恼的困境，爱甲伊撬拨出来，互伊清凉安逸。以此待人，恩惠上介大。如果咱失言失言，就应该反思是家己的智慧不足。韩露讲：“一时劝人用巧，必须劝人用疏，这是言教。比起身教，虽然落入形式，不过对症落药是有奇效啊，袂当偏废咯。”患难颠沛人所使有，那是拄到就如苦难在己，爱赶紧解救。或以一言心机微困，或以刀锋借机点燃。有贤人捌讲过：非不在待，妇人之急，可也。这真是仁者之言呐、啊。小利一乡之内，大利一邑之中。凡有利益，最易行见。亦开堤防水，亦筑堤防患。亦是有救牛以便行路，亦是地患以解饥渴。应随缘宽度，协力行见，不必嫌疑。不时落苦，现在做好这行，真正要紧。色蒙万行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下至一滴念念。共的人，对下六军，我下六尘。一切所有无不可下者。假使你若做未到，也应该大声对宰相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名，故财最为重要。
咱对下载入手，对来可以破除家己的建立，对外可以借人之急啊。开始也感觉勉强，渐渐就会处之泰然。下载最可以洗清事情，气度接任。古早人讲，财富是果，财死是因；聪明智慧是果，法师是因；健康长寿是果，无畏布施是因。受这三种善因，必须善报。乃当以清净心去受这三种布施，就可证无限之福啊！或者万世圣人之眼目呀，不由正法，可以参赞天地，可以再生万物，可以脱邪定离束缚，可以按照圣人的教诲修为精进出世。所以凡见到圣贤庙堂经典书籍，皆当敬重而修习之，就弘扬正法，教化众生，上报福恩，下济众苦，又当勉励啊。家之复兴，国之军长，但凡连高叠高位高涉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，在家服侍父母，家属会当亲又爱心，面貌和顺，留下下气，习惯性自然，就是和气结天之本啊。出力事君，用一事为君不敌而放任自恃，用一人为君不敌而自作威服。事君如天，这是古人的结论啊。你看忠孝之家，子孙必有不绵延的昌盛者，你来心心为之啊。您之所以为您，是因为有这片切恩之心。求人者是求一个，积德者也是要积一个。就礼而讲，命存之国，生礼不用平。并主讲，君子远抛毒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保全这片切恩之心啊。所以先贤有恕不恤之戒。文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用者不食，专以我杀者不食。因未当断绝了食，但是应当从此理解读了，渐渐精进，自心如中，不知杀心动戒，春动寒凝，戒为无明。像旧时苏州见各地的杀堂，念意识之由来，该杀必以自化。所以博天之业甲杀生是同款的，就手所误伤，脚所误打者，唔知有偌济啦，拢应该设法防范。古诗云：“爱子相留患。”莲藕不点定，这是偌年仁和之心啊。见贤无穷，不当恭敬，由此习书的推广之，即万劫可避啊。阿爹，卡谢你。一摆复课，不管是对啥人，
拢爱谦虚恭敬，这些是做人处世之道啊。是阿爹。嗯，易经里面讲，天道开盈而易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所以六十四卦中，只有谦这卦是六爻该解啦。书完万教顺谦受益。我少年时阵真侪拜甲同学因去应试，大概看到寒暑特别发达，面上一定有一股谦恭焕发出来。新明年咱嘉县官已经有十个举子进京应试。年纪上岁是丁敬武，伊做人真正谦虚。孔医兄，哎、欸，你行一天的路，一定真忝，先浸一下脚。多谢。老岁，敢若替学问好的人捧水哦。孔医兄年岁上介大，所以小弟爱先给伊捧水啊。啊，我的年纪嘛比你较大，阮这人嘛拢真忝啊。哎，伊还佫少岁，唔通为难伊。我上少岁，加做一挂，这是应该啊。各位学长，请恁稍等一下，我随来捧。这个囡仔有够骨力嘞，伊今年一定会得第一。安怎讲？你看，咱十个人当中，有倒一个会当像建武安尼诚恳忠厚，唔敢占先，又搁有倒一个像伊安尼恭敬谦虚，受侮辱无必辩解，受诽谤嘛不要紧。像敬武这款的人，连天地鬼神拢会保庇。敬武，敬武，敬武。建武，哎呦，哎，你来美爷家无去看饭呢？我考得无好，唔敢去看。哎呦，建武啊，你考掉啊啦？真实的考掉啊啦？真实的啊？我，啊，哪里你嘞？我无掉。要哪呢？以你的学问，第一个考掉的应该就是你啊。君子先气色，而后文章考呀。我德行修养，还有功夫拢无够，明年再搁考了。韩林一片修房开之前是我幼时的朋友，这个人细汉时阵性情非常骄傲，什么代志总是爱事事占先，唔肯让人。分别真侪年以后，在中秋年，我去京都参加会试，都好甲开支住同一房间。唉，这时阵伊啊，非常的客气，一点都看不出细汉时阵的习气咯。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志炎，是一个真正正直的人。伊看到开支有错误时阵，常常会无客气当面甲指出来。开始呢，伊就心平气和地听伊讲，连一句辩解话都拢无。当时我就断言：好有好的开始，好有好的先机。开始出心果真谦和，天必相助，今年会期必中不疑。嘿，果然啊，办开始
高中的会籍第一名。这谦恭之德，敢有这么大的功效呢？我搁甲你举一例，这人伫咱嘉仙关大个，叫做赵如风，字公远，山东灌关的人。少年时阵雄气壮骨，以后却久靠不得。因老爸调来嘉仙关做主簿，仰慕知名武功的大名，带去钱先生遐去求教。先生在咧困倒，恁若是有影想要见伊，请过道才来啊。既然安尼，阮明天再过来啦。阿爹，阿爹，你先回去啦，我等下等就好。既然咱是来共请教的，自然应该较谦虚的，有耐心才对啊。安尼也好，你踮咧遮等。先生，将你的文章改到无一块好，这袂输叫你定下嘛。阿爹，钱公所批改的，拢是要紧的所在，真正是开人心地啊！夫子大宗师手柄，学生何业良多，今仔日已经重新写过啊，但愿会当不落夫子一番的心血。好，好，改了好啊，甲顶一篇比起来，进步真济啊。前两天啊，老夫是挑故意的，为着要考验你的态度，是毋是会当真正谦虚？果然啊。是一个真好的人才，爱知影谦虚忍耐，乃学人治学之本。大王性皆绝学，为万民开来世，这拢是爱阿你啊！甲遐个谦恭君子比起来，我感觉较早拢唔对。袂当自我反省，竟然怨叹考试官无公平，实在是非常肤浅。原来是天意要予某一人发达，未发机会先开机会，除非一开即朴者自失，素者自恋。哎，两位啊，咱住在这个寺院里面，这挖这个繁华所在真近，拄好方便咱来去佚佗啊。马上就要考试啊，你还阁想要去佚佗？哎呀，我张伟炎早就已经足有把握的啦，写一张啊考试文，足简单的代志嘛。你学问较好，当然会当讲话讲到这大声。咱也是好好找一个安静的所在来温习功课。
然把我张伟炎的文章当作敢那粪扫的，哼，安尼考试官一定是目睭痴迷啦。今年考无掉，明年才阁考着好啊！你哪有需要怨叹啦？何止款的分官，选拔人才是为国家之福啊！分官，哎呀，分官！那照编导的意思，你的文章一定是写了无通好啦。无你是捌啥呀？你哪知我写了无好？写文章，就要心平气和。你安尼下性命一定吗？遐尼啊不平，文章要哪有可能会当写好好嘞？哎，小蛋，道长讲的话，敢那真有道理哦。学生浅薄，搁望指教。功名之事，完全爱靠命。命中无，文虽功，武亦。那恁是要怎较好啊？就爱家己做一下转变。既然是命，命是要怎转变啊？做命吃天，立命吃我，力行善事，功积阴德，无福不可求啊！我只是一个读书人，我会当安怎做？善事阴功，皆有心做，上存初心，功德无量。而且，亲像欠喜的代志，也免你开钱啊啦。你是安怎唔好好啊反省？等到去骂迄个考官咧？文君一席话，信托信言书。从今以后，学生叮当，改过自新，袂辜负道长对我的教诲啊！从此，张伟炎认真反省，善立家修，德立家户，道德文章有了显著的进步。有一天，伊做了一个梦。这是什么物件？金科赤鹿名册。为什么啊？哪有这么多的空格啊？金书对考考的人，三年一考到，一定是爱积德行善，无过错的人，才会当册上有名。遐个空格是原本该考条的人，因为最近患有不善之行，才会向划掉。你三年来做人谦虚谨慎，反正会使给你报入去，望你自爱。果然，这一年。张伟炎以105名乡试中举。夜头三笑必有神明，初结必乡断联有我，但必须尽心良善，制止恶行。死后都袂当得罪天地鬼神，佮爱约束家己。予天地鬼神来照顾咱，才会有福报的根基啊！遐会照顾祝福的人，毋是心量真大的人，就是一时发达也袂久长。只要小可有上限，也拢袂自限心量去拒绝福报。搁再讲。一旦谦虚，这受教有德，你出现无穷啊！古话讲：“有就功名者，必得功名；有就富贵者，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手之有君。”你定了这个志向，必须每一念头拢要谦虚谨慎。
拄着代志，拢爱替别人着想，就是亲像脱困遐尼细代志，也爱予人得到方便。长期受持，必定会感动天地。你造福，拢爱看你家己。明主捌对济善王讲：“王子好乐食心，济己四季好，独乐乐不乐乌林乐乐。”明主劝济善王爱将一个人的快乐推广起来，予世人拢快乐。求科考定地，求功名成就，也是安尼先。咱将求到功名，是需要经世应用，要改造家己命运，一家命运，进入边国治天下。安尼，你圣人之道不远，大同之世界也会实现了。